吃蛋糕了。蛋糕店剩最后两个了，妈妈下次单独给你买。妹妹，要不你吃我的吧。宝贝们，你们看，梧桐，你怎么哭了？你是谁？我是愿望星呀，专门满足小朋友愿望的。太好了，你有什么愿望吗？爸爸妈妈太偏心了，我想让他们消失。好的，愿望激活中。三哥，我们一会儿去给梧桐去买。妈咪，咋了？想知道百分之一万千在哪吗？小。哎呦我的妈！三哥，今天我们互换身份。幼稚，我才不。去把地拖一下。哦。拜拜吧，了解一下。找你妈去。现在你是妈妈？好像是。给，妈咪，给你钱，谢谢爸比。你哪来的呀？不知道是谁放在电脑台上的。这该不会是你的吧？不是。梧桐，五千，走，带你们去玩。妈咪万岁！换什么身份呢？咦，不喜欢啊？我喜欢。小心！哎呦！老婆，别生气，来吃个水果。对了，你不能吃冰的，我帮你吃。吃葡萄，我帮你吃。你哎呦！妈，等等了，武器，这是柔阿姨买的西瓜，看起来很甜的样子。来，妈妈，我问你啊，哦，对了，你受伤了，不能吃西瓜，我帮你吃。哎呦！小五，我们帮你吃。你们三个。除了你还能有谁？肯定是你干的，爸爸。这是武器给我买的。对啊，武器说你生日快到了，每天都去捡瓶子攒钱给你买礼物。我错怪武器了，我以为武器偷了我的钱。我还把他赶跑了。哎，梧桐，你的零花钱不是早就花完了吗？哪来的钱买零食啊？我早上从爸爸包包里掏出来的。梧桐，你怎么能偷爸爸的钱啊？事情没有搞清楚你就错怪武器，还不赶紧去把他找回来。原来是我错怪武器了，你们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跟武器道歉吗？咦，武器上。哎呦我的妈！奥斯卡，没事。好。该我上了。龙王阿姨，你干嘛？你走走。真的有那么重吗？
妈了。妈妈，我已经写了三个小时了，我想睡觉。不行，上次佳佳考试都拿了第一名，你呢？丢不丢人啊？快写，待会儿我检查，错一题，再做一题。思荣，玩得开心吗？开心啊，妈妈从不让我玩手机。没事，小五阿姨让你玩。跟我回家，作业都没写完。蓉蓉，怎么了？他作业都没写完，你还让他玩手机？劳逸结合嘛，不许玩，不许玩。蓉蓉也是为你好，确实有点偏激了。不，我考了几次第一，他还给我报几个补习班，我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我疼，我能跟你换妈妈吗？换，我的妈妈更不好。小五怎么了？妈妈从不关心我。妈妈。你怎么把家搞成这样？算了算了，待会儿让你爸爸收拾一下。妈妈有事出去了，待会儿爸爸回来记得听话。我生日，妈妈都不愿意陪我。妈妈，今天是我生日。妈妈知道，妈妈现在有事要出去忙。你今天呢？想去跟谁玩就去跟谁玩。想用钱的话，找爸爸去拿。妈妈先走了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妈妈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你们确定要换吗？确定。小茹，喊啥呢？以后你们换女儿。啊？妈妈，一点钟了，我能不能？不能。你看看你这成绩，别说佳佳了，萌萌你都比不上。妈妈，我摔伤了手。这点伤没关系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不行，你找你爸爸给你弄去，快去。老师都说了，你在学校天天不学习，你对得起妈妈对你的希望吗？明天开始多加一个补习班。妈妈，已经五个补习班了，这些算什么？妈妈都是为你好，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感谢妈妈了。妈妈，来吃蛋糕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奥斯卡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最近太忙了都忘了。生日快乐。不是，今天是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妈妈，我要换回妈妈。为什么？不是你说要换的吗？不喜欢，妈妈不关心我，但从不逼我做不喜欢的事。妈妈虽然逼我学习，但不会不理我感受。我想要换回妈妈。你们看谁？妈妈，我不想上补习班了。好，但是你要答应妈妈，一定要好好学习。嗯，妈妈，你为什么都不关心我？是妈妈的错，你能原谅妈妈吗？嗯。以后你们换女儿。啊？你看看你这成绩，别说佳佳了，萌萌你都比不上。妈妈，我摔伤了手。这点伤没关系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不行，你找你爸爸给你弄去，快去。学校老师都说了，你在学校天天不学习，你对得起妈妈对你的希望吗？明天开始多加一个补习班。妈妈，已经五个补习班了，这些算什么？妈妈都是为你好，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感谢妈妈了。妈妈，来吃蛋糕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奥斯卡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最近太忙了，都忘了。生日快乐！不是，今天是今天是我的生日。爸爸，我要换回妈妈。为什么？不是你们说要换的吗？不喜欢，妈妈不关心我，但从不逼我做不喜欢的事。妈妈虽然逼我学习，但不会不理我感受。我想要换回妈妈。你们看谁？我想跟你换妈妈。换，我的妈妈更不好。小五怎么了？妈妈从不关心我。妈妈，你怎么把家搞成这样？算了算了，待会儿让你爸爸收拾一下。妈妈有事出去了，待会儿爸爸回来记得听话。我生日，妈妈都不愿意陪我。妈妈，今天是我生日。妈妈知道，妈妈现在有事要出去忙。你今天呢？想去跟谁玩就去跟谁玩。想用钱的话，找爸爸去拿。妈妈先走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妈妈心里根本就没有我。你们确定要换吗？确定。小茹，喊啥呢？以后你们换女儿。啊？
梧桐，你干嘛？我不能告诉妈咪。成交。你个间谍！做错事还敢怪别人？咳嗽半个月，是不是不想好了？哼，不吃就不吃。这么东西也挨骂，这个家我再也待不下去了。我要离家出走。我真的走了。你走吧。哼。哼，走就走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好饿呀！哇，好多菜呀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张嘴。在做梦啊，妈妈，不在做梦。梦你个头，回家吃饭吧。吃大鸡腿了。还是家里好。你。如果你敢说出去。他死。哎呦我的妈。怎么了？小五了，放屁！我才是，胡说！我妈咪明明在陪我看电视，她是假冒的，我才是真的。根据呢？我知道你爱吃芒果，这大家都知道好吗？你还喜欢《斗罗大陆》手办，切！奥斯卡叔叔也知道啊。我问你个问题吧。你问。你会让五桐吃棒冰吗？不会。吃，宝贝，爆牌货都走了。闭嘴！你在这爆牌货。啥玩意这是？哦，我有钱了，不给你吃。不想零花钱，我收。女儿欺负我，老婆也欺负我。这啥玩意儿啊？难道我穿越了？我早知道你要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没事，没你。穿越器，那不是我想欺负小五器哦。唐三，你怎么也有穿越棒？妈，你看我这次考试进步了，考这点分就满足了是不是？你看人家佳佳回回考试都第一名，人家骄傲了吗？给我把错的题回屋抄十遍。我知道了。你看我这次考试考了满分，考100分就骄傲了是吧？你们老师说了，这次简单，都是原题。那么考100分是不是应该的？你要学人家佳佳，不管什么考试都能考第一名。佳佳，就知道佳佳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我在你眼里永远都不如别人？怎么说两句还不乐意听了？如果不是我是你妈，我乐意管你啊。说。为什么欺负佳佳？我没欺负她，就是不想跟她玩。人家比你优秀，我要是你，我恨不得跟她做好朋友。我怎么努力你都不满意，现在我跟谁玩你都要管。佳佳，她那么好，你让她不听啊！啊，原来是梦啊！不好，小五。小五，你给我出来！他被抓到第三宇宙了。你气冲冲的干嘛？被抓？明明刚刚还拿我手机冲马桶来着。壮，你玩的是啥游戏啊？画风这么棒！这是米哈游新作《崩坏：星穹铁道》，画面品质良心的很呢，场面更是宏伟。他可以 AI 智能代打的呀！
对呀、啊，轻松不甘，随时随地都能玩。跟我玩一下呗。给。啊？哼、啊、哼。不要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不可能！小五刚一直跟我在一起。谁？谁？谁出来？被发现了。我劝你们看看后路。南哥，救救我！哇哦！嗯。啊、武七，吃苹果呀？是啊。给我吃一口呗。走开！哦。玉柔柔，苹果也给我吃一口呗。我就这一个了，走开。就一个苹果了，是你吃的吗？吃一个又怎么了？每天啥也不做，就知道吃。想吃也不是不可以。真的？去把饭做了，地拖了，衣服洗了。好。我欢欣大海，欢欣山脉，我欢欣沙漠。那个苹果呢？我吃了呀。你不是说让我吃的吗？算了嘛。哎呦我的妈！乖乖站好，这就给你加个祝福。你们好呀，三月七啊，你们认识我？游戏本尊、太激动了，游戏就是米哈游出的新游崩坏星穹铁道，里面角色超美的，爱冒险的姬子，高冷的布洛尼亚，还有精灵古怪的你。三月七，哇哦，我，对呀、现在已经全球公测了，你看、哇，不好，我忘了来这里的任务是为了救他了。